翻我们犬威是怎么着的？小薇不是被人绑架了？绝对和我没关系。我的天哪！你们两个小点声。考得不错，570分。啊，真的？哎呦，谢天谢地，真是太好了！这高考分数一天不出来，我这心就一直的悬着，这下总算好了。哎，高原，赶紧让小薇起床，快去！不就考个大学吗？小薇。这预警信号，降水将持续至夜间，并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您好，您拨打的用户不再服务区。这孩子肯定是出事儿。哎呦妈，你想太多了吧？兴许他就出去玩了。玩？不可能！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哪像是出去玩的样子？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全家人正准备给小薇庆祝，可是她却神秘失踪。笔记本上留下的一段话，让她的去向显得诡异又耐人寻味。小薇为什么要走？现在在哪儿呢？哎呦妈，这高考刚结束，兴许啊，人家出去放松去了，是吧？小薇那性子那么任性，你要是……我就知道，早晚得出事儿，肯定是那小子把小薇给骗走了。谁啊？谁呀？谁呀？你好，我是小薇同学陆超，小薇在吗？陆超。一天到晚缠着我们家小薇，快说，把我们小薇是怎么着的？阿姨，我也找小薇一上午了，她在家吗？哟，贼喊捉贼呢，啊？你怎么知道小薇不见了？说，你把小薇骗哪儿去了？你说什么呢？行了，进去说吧。小薇的母亲出于对孩子学业的考虑，一直阻止女儿和这个叫陆超的男同学来往。很显然，他没有达到目的。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面对别有用心的花言巧语，能有多强的免疫力？如果感情受了伤，小薇会不会做出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肯定是你使了什么花招，把小薇给骗走了。这位同学，你真是因为我们反对你们交往，骗走了小薇。叔叔，如果真的是我骗走了小薇，我还会来找她吗？这不正好证明你心虚吗？别去，怎么哪都有你。危险！小薇家人的心中同时闪过了这两个字。事发前一晚，小薇和这个貌似要好的男同学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才会导致他莫名消失？出事的地点究竟是在外面，还是就在这个家里呢？不可思议吗？不，现实中存在这样令人惊悚的意外。案发地安徽广德，黑暗中一个鬼魅般的身影四处游荡，他在选择目标，他在伺机下手。
这一幕发生在安徽省广德县的一家服装店内。这名窃贼在盗取了店内的财物之后，并没有立刻逃离，而是走进了店内的隔间。你看我，嗯，谁啊？就出来之后，我就第一件事情我就翻我的衣服口袋，其实我所有现金都扔在那个口袋里面的，然后我摸摸里面的钱还在，挺吓人的。我当时吓得我瘫坐在沙发上，哎，吓死了，说，因为毕竟那时候天上六点多一点还没亮嘛，那天亮的比较晚嘛，我吓得就整个人都是软的。然后我当时是放在这个皮包里面的零钱，当时里面有两个皮包，对，这个皮包里面是放了零钱，嗯，然后这个里面是没钱的，嗯，因为我基本上是在店里面住，都不会带现金，然后这里面就是100多块钱零钱被他拿走了。嗯，老公，你把钥匙放哪儿了？你把门钥匙放哪儿了？刚刚进来一个贼。走了，差点非礼我，我还以为是你呢，吓死我了！你都钥匙放哪儿了？他不被他拿走了？我不可能，你门没锁，你钢铁门没拉下来啊？在外面灯开了。嗯，我以为是你，我叫他答应了，他不开灯，然后就跑到床上乱摸。一下子我，然后我就一感觉就不对了嘛，他就把我皮包里面100多块零钱偷走了，还好他没把手机偷走，吓死我了，我穿着睡衣的呢。当时因为我就睡到这里的嘛，因为这里面的灯开关是在门口的这样子的，然后里面如果不开灯的话是黑乎乎的，然后当他走到我床边有个黑影的时候，我就下意识的有点清醒了，当他手伸进被窝的时候我就彻底醒了，我就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我就大声的喊，我说你谁呀？然后他就扭头就走了，我就看了他一个背影，是这样子的。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胆大妄为，店里面有人，犯罪嫌疑人仍然敢继续作案，这个特点呢就很明显。犯罪嫌疑人选择的地点，这是一起窃听案件，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身份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穷尽我们的手段，把他身份搞清楚。案发后，广德警方立即将这起凌晨入室盗窃并带有猥亵性质的案件列为系列盗窃案进行侦办。原因是在此之前，广德县公安局就接到了数十名群众打来的报警电话。在去年的，就是2015年的10月份开始，我们这个城区啊，就接连的发生了多起在夜间入室的这个盗窃案件。他这个时间点一般都是在凌晨，就是下半夜。这个嫌疑人选择的这个作案地点，不是在一些高档小区。都是一些老城区之类的，没有监控比较少，或者甚至像没有监控的小巷子里面，就是容易攀爬的地方，通过翻墙进行盗窃。当时被盗的，就是我们这边接到报警的有20多家，涉案的金额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在10万元左右。但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案件的现场都没有提出到有价值的东西，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应该是反侦查的意识很强，作案的时候可能戴手套。20多起案件，我们在现场虽然没提到像指纹这类比较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们在这个现场，我们也提取到了嫌疑人当时留下的脚印。侦破现场啊，提取了足印，我们过来分析啊，
这个人身高必然不是太高。我们当时初步给出的是大概1.65米到1.7米之间，这样一个单独行动的男人。凌晨时分单独作案，身高1.65米左右，行窃时戴有手套，这些细节与服装店里这名男子的特征完全吻合。而更为关键的是，在之前的20余起系列盗窃案当中，同样有过嫌疑人在行窃之后猥亵女性的行为。因为我睡觉比较轻嘛，然后他在进我房间然后翻我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已经知道了，因为那时候很害怕，然后就假装一下翻身，然后希望他赶紧拿了东西就走。结果呢，他把我的包都拿出去翻过之后呢，并没有走，反而又折回来了。然后之后呢，他就过来掀我的被子，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是强烈的反抗，然后这时候他就出房门了，就跑掉了。通过对这几个女性的受害人的这个了解，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猥亵的过程当中跟他们有对话，提出了一些非分的要求，但是从口音上我们判断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我们当地人，当地的口音。我们初步判定啊，这些案件啊可能是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所为。警方首先对嫌疑人身份展开了调查。就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2016年1月10日凌晨，广德县再次发生了盗窃案件。这次案件发生的地点呢，也同样是在我们那个老旧城区里面一个菜店。当时是凌晨3点多钟，3:20左右，那个菜店刚开门，那个老板呢到旁边是上厕所，门就没有关，店里的灯亮着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就从那个门溜了进去，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头戴一顶那个棒球帽，身上上身穿的是一件那个夹克衫，下面穿个黑色的裤子。然后呢，他就鬼鬼祟祟的走到那个柜台的地方，把柜台抽屉打开，将里面的12000块钱，全部偷走。因为他是卖菜的嘛，他那个钱呢有零钱有整钱。他盗走10000多元现金之后，并没有离开现场，而是在菜店里面四处张望，四处寻找。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监控反映，嫌疑人手上戴着手套，但是没有戴口罩。嫌疑人当天的衣着，跟之前服装店里面的衣着是一模一样的。随后他又去了那个柜台后面一个小房间，小房间那个老板的那个外裤啊还放在房间里，他又从裤子口袋里面偷走了2000块钱现金。这就说明了这个犯罪嫌疑人胆子是非常大的。临走的时候呢，他就无意中啊抬头就看了一下这个监控，他这次这个嫌疑人没戴口罩。那么我们通过这次他的不经意的一抬头啊，我们就提取了他的正面的一个照片，这是我们这么多案件以来第一次发现他正面的照片。在获取到了嫌疑人正面图像后，侦查员在案发区域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走访，但这项工作最终也没有任何收获。我们将这个视频截图也发到我们公安内网上进行协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收到这个回复，也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嫌疑人身份无法明确，下一步的侦破工作就很难开展。然而仅仅时隔2天，2016年1月12日凌晨，这名嫌疑人再次潜入到了一名单身女子的家里。你好，这里是110。我要报警，就是刚刚啊，有小偷跑到我房间来了。哪位在你？那个坦尼路那个全家的对面那个胖子里，然后他直接跑我房间来了，我吓死了。你从哪儿进来的那个？等一下啊，我看看这个。我好怕那个。我逃不了的。嫌疑人在他室内进行翻动，偷走了500元现金，但是嫌疑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对受害人进行了猥亵。凌晨入室盗窃，并且对女性的猥亵行为愈演愈烈。针对这一情况，广德警方立即加强警力，开始全程追捕这名猖狂的蒙面人。就是针对他这种作案情况，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因为这个时候嘛，也快春节了，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压力也比较大。带猥亵性质的案件嘛，总是应该说对这个人的这个心理上的精神伤害是比较大的。我们那段时间呢，就对这些老旧的城区，我们就安排了多组的警力，在这个重点的时段进行了蹲守。当时我们派出所就组织警力啊，与这个我们军里面的特警大队联合开展了这个巡逻。我们巡逻主要是在这个夜间，就是凌晨的时间段啊，对我们城区这个易盗案件高发的地段，还有这个比较偏一点的地段，
进行24小时的这个巡逻，另外就是在这个夜间啊、凌晨啊还进行守候。当时通过我们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巡逻和守候啊，这个夜盗案件在过年的期间应该是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基本上就没有再发生了。然而令人非常意外的是，2016年春节过后没多久，3月18日凌晨，嫌疑男子再次流窜至广德县城的另一处老街区实施盗窃，作案手法完全一致。那个被害人说，犯罪嫌疑人向他靠近的时候，他手啊就无意中挥了一下，感觉犯罪嫌疑人头上好像戴了一个毛线做的帽子。根据这一线索，专案组立即调取了案发地周边所有的监控视频，很快就发现了嫌疑男子的身影。这个身影看上去当时很可疑，他因为他当时头上戴了一个毛线帽，有角的那种毛线帽，最关键的就是他那个身上穿的那件上衣与以前就是难良期案件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非常吻合，基本上是一样的。当时我们就是顺着那个方向就是继续就是向前这个寻找。我们在城区的一家宾馆门口的监控中找到了这名嫌疑人，他经过这家宾馆的时候直接从宾馆大门进入这个宾馆的3楼。我们一开始很简单认为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可能是不是住在这里，可能这是他的落脚点，结果发现他鬼鬼祟祟的在3楼房间门口逗留了大概有1分钟，1分钟之后啊他就离开了。我们就想他很有可能是在寻找另外一个作案目标，是不是看哪些房门没有锁好，是不是可以有下手的机会。嫌疑人离开这个宾馆之后选择的路线又是一些小巷子，我们通过追踪，最后一个画面出现在分屏间加手机店的监控中，看到了嫌疑人的一个影子。在这个画面出现之后，我们就找不到其他的视频监控。接连发生在广德县老城区一带的入室盗窃案，使得当地群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为了消除大家的恐慌情绪，眼下专案组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天候派出警力在案件的高发地段进行巡逻。然而就在侦破工作难以推进的这个阶段，广德县公安局又接到了几名女子的报警。当天晚上呢，我就是把衣服洗好了之后晒在外面的阳台，然后我就到房间里面躺在床上看电视，接着就睡了。夜里的时候听到外面有声响，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迷迷糊糊的觉得是风声吧，我就继续睡了也没太管它。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就去收衣服准备去上班，结果发现我衣服不见了，然后我就突然间联想到会不是昨天晚上那个声响是不是有人爬上来了，所以心里有点害怕，我就报了警。接连发生的类似案件作案时间同样是在凌晨，这一点立即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在想这个案件是不是和我们这个猥亵案件呢有一定的关联呢，我们就在这几个发案的地点了，这个多发的几个案件地点我们就进行了蹲守。我们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啊，很幸运地发现有一处被盗地点正好在3楼是有一个监控的，正好对着平台，是在凌晨2点多钟他来到了那个晾衣服的平台，那个监控啊完整的就摄录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盗窃的过程。这个犯罪嫌疑人身材也是比较矮小，而且他的衣着啊，特别是那件上衣，背部啊，就肩部这个地方有这个花纹，与前几起案件看起来非常相似。然后后来就离开了现场。当时我们就是重点针对这起案件，就是开展了这个侦查工作。通过蹲守，警方很快抓获了这名偷盗女性衣物的嫌疑男子。就是平时在路边上看到了，然后就很喜欢，就想去偷。你还干过哪些事？就偷了几次，其他的没有干过。你的职业？原来是在合肥当网管。现在你？现在回来做快递员。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我就是广德人。你是什么时候回广德的？我就是前几天才回来的。以上说的是否属实？属实。
警方立即对这名偷盗女性衣物的嫌疑男子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取证工作，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令专案组有些失望。发现这个嫌疑人跟我们这个叶道嫌疑人应该不是一个人，排除了和我们之间的猥亵案件的关系，这个猥亵案件应该不是他做的。系列盗窃案的嫌疑人未能抓获，居住在广德县老城区的居民便整日不得安宁。专案组推断，该名嫌疑人一定还会继续作案。为了防止盗窃案件再次发生，那段时间，专案组成员每天都对重点区域轮班进行巡逻。即便如此，这名猖狂的毛贼竟然再次铤而走险，流窜到了县城的另一区域继续疯狂作案。5月7号凌晨，我们又接到4起报警，这个跟之前我们所接到的盗窃案一样，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地点都是在我们广德城区的背街小巷。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老旧城区的一些这个非常旧的小巷还有胡同，它都非常窄，没有任何的视频监控。然后这些巷子都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他去哪个地方都可以。有很多出口。他基本上都选择在凌晨这个时间段。对。他经常都是在凌晨的时候出现在这种小巷子里，他就是小巷子里面一个没有监控，而且都是这种老旧的房子，比较也好攀爬。嫌疑人一夜之间连续作案四起，行窃的目标依旧是居住在老街区里的单身女性。专案组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外围所有的监控视频，查找嫌疑男子的来去路线。这个视频监控，较为清晰地记录了这个嫌疑人的大致特征。嫌疑人用一件衣服把头遮掩着，然后上身穿着格子衬衫，下身穿着牛仔裤，然后遮遮掩掩的经过了我们的视频监控。这个嫌疑人呢，他虽然对他的头部进行了这个遮挡，但是他的这个体貌特征，比较矮小的体貌特征，还有他走路的这个姿势步伐，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5月7号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我们疯狂就是盗窃作案猥亵的那个犯罪嫌疑人。我们总感觉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会整个慢了嘛办法，也感觉这个嫌疑人总是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伸手抓又抓不到他，就是这种感觉。面对嫌疑人的猖狂之举，此时案件的侦破工作仍未打开有效的突破口。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女子的出现让整个案件有了重大转机。在我们这个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5月17日早上我们接到一起报警。他报警说他在微信上认识一个男性的一个朋友，后来就是在当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喝酒以后呢，他就不省人事了，被这个朋友带到宾馆。他到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醒来，发现自己赤身裸体，什么都没穿，然后感觉自己好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感觉自己被强奸了。警方在对该名女子做笔录时，女孩口中的一句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她说本来我是不准备报警，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你们刑警队的一个朋友，他让我来报警的。当时我们办案民警呢就问了一下，因为我们都是干刑侦的嘛，都问了一下你的朋友是谁，他说叫吴学军。当时我们一听就没有这个人啊，当时又问了一遍。你说的这个警察朋友叫什么名字？他叫吴学军。吴学军是吧？对。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和小姐妹在去吃饭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自己讲他自己是刑警。你确定他叫吴学军是吧？对，我确定。那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有。你给我。我有他的手机号码，还有他的微信，来你看一下。当时我们就是在对这个吴学军的身份呢进行这个核查的过程中啊，就是发现吴学军他不是我们公安队伍的人，而且他还有多次这个盗窃和猥亵的这个犯罪前科。就是我们把这个吴学军的这个户籍照片调出来之后，通过他的照片一看，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提取了有在店里面盗窃的时候一个正面照片嘛，我们一看太像了，应该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基本上就是这个人。据报警女子反映，事发当天吴学军还以刑警的身份去了一趟他所入住的宾馆，警方立即调取了该宾馆的监控视频。在这个视频监控里面呢，我们就是发现这个吴学军在当天确实到宾馆去过，而且到了这个小姑娘这个房间去了。当天吴学军自称自己是广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他也是以这个身份去看望了这个小女孩。
当时宾馆的这个视频啊，就是捕捉到了这个吴学军他在这个宾馆走廊里面来回走动还有打电话的这个过程。当时我们侦查员就发现啊，吴学军的体貌特征，他的身高还有他走路的这个姿势啊，和我们检验当中发现的嫌疑人那个走路的姿势和体貌特征都非常的相似。当天吴学军冒充刑警在这家宾馆给这名女子出主意，让她到公安局去报案，但吴学军不会想到就是他的装腔作势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吴学军作为我们这个盗窃系列盗窃违宪案件的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专案组在明确了吴学军的身份信息后，立即对其在广德的行踪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吴学军再一次作案了。他5月18号凌晨他又出来作案，这次他选择的是我们广德城区一家宾馆。当时是凌晨，他在那个宾馆门口啊，左顾右看，徘徊了一阵，感觉安全之后，他直接推开了宾馆的大门进入宾馆。那个时候吧台的服务员啊在房间里面休息睡觉，吧台里面没有人。最后吴学军呢，他选择翻过吧台。吴学军进入这个宾馆的时候，他头上蒙着一个白色的 T 恤，身上穿了一个带圆形斑点的衣服。这个通过监控我们看见吴学军首先在这个总台里面的抽屉里面寻找钱财，没有找到，然后他找到了一张这个宾馆的这个房间的总卡，这个房卡可以打开这所有的这个宾馆的房门。吴学军在这个宾馆一楼吧台啊，他没有找到之前的财物，他胆子特别大，他当时就把这个房卡拿着走到了二楼，上到二楼，在这个宾馆的二楼一个房间，用门卡将这个房门打开之后，他就进到这个房间，准备实施盗窃，拿这个衣服，顾客的衣服的时候，可能惊醒了这个受害人。他裤子在床上，然后小偷就偷偷的把他拿到门边上去翻。裤子拿到门边上去翻。对对对。翻，然后他那个裤子里面有零钱，然后那个就那个小偷翻的直响嘛，然后那个客人就发现了，他就赶紧爬起来，他就追他，然后他就跑了。吴学军当时自己也很害怕，撒腿就往楼下跑，然后就跑出了宾馆的大门。这时候客人从二楼啊也追了下来，当时客人连裤子都没来及穿，穿个大裤衩就下来了。客人走到门口没有追到吴学军，在这个时候啊才把还在睡觉的服务员喊醒，然后让他报了警。面对吴学军的猖狂之举，专案组要求侦查员尽快摸清吴学军在广德县城内的藏身之处。从去年下半年10月份以来啊，他就几乎没有回过家，长期的就是在我们城区的宾馆里面居住，而且他居住的都是使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他在广德县县城里面他还有一个长期保持亲人关系的这样一个女性朋友。狡猾的吴学军入住宾馆时从不用自己的身份信息，于是多路侦查员开始对案发区域周边所有的宾馆旅店逐一进行摸排。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吴学军这个人啊是十分的狡猾，他在5月23号凌晨他又实施了一起作案。他当时头上又包着一个那个白色 T 恤衫，吴学军在那个被盗的人家门口当时徘徊了一阵子，看了看附近的情况，就是一跃而起，直接徒手就翻过了这个围墙。然后当时那家的院墙啊大概有2米多高，当时就很轻松的就是跳到围墙里面去了。几分钟之后啊，这个吴学军就是把院子门打开，就是很从容的离开了。第二天早上受害人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他自己这个包里面的14000多块钱被偷了。专案组在掌握了吴学军大量的行窃证据后，抓捕工作也随即展开。别动！我靠谁？你干嘛？公安局！什么搞的？公安局的，别动！站出来，靠了我的谁？干什么？十八岁。十二岁，好吗？让你来，靠谁？跟他讲没讲？还讲？你说吧。不要讲，老实点，我跟你讲。怎么可能？执行流苏。抓获他的时候呢，他和他的亲人还在一起。然后我们现场清点的物品呢，就发现了被盗的20000多块钱的现金。
2016年5月27日上午9:04，专案组将吴学军成功抓捕归案。吴学军到案之后，他开始是百般起来，表现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但是在大量的视频和我们相关证据下，他还是交代了实施盗窃的这个犯罪事实。你叫什么名字？吴学军。今年多大了？33。33。对。以前做什么职业的？以前是做那个装潢。干装潢。对。你在广德县偷了一共有多少起？好几十起。吴学军交代，自从2015年参与赌博后，他便辞掉了装修公司的那份工作。偷了这么多起，这些钱你都用到哪儿去了？都赌博输了，跟我那个亲人还钱，给他还钱了。你把偷来的钱还给你情人去还赌债了？对。这个吴学军这个人，就是在朋友面前，包括在情人面前，表现的都是非常有钱，出手也很大方。实际上他应该是一个双面人，上午基本上睡觉，下午呢就赌博，晚上就开始实施作案。你对那一片地形是非常熟悉的是吧？也可以这么讲。面对审讯，吴学军承认他在凌晨潜入女性家中实施盗窃后，并多次对受害者进行过侵犯。就是偷完钱之后看见有的女的在那里面，我就摸了一下我就走了，对的。主要的就是求钱，以别的什么目的我也不想也不敢，怕事情搞大了。吴学军在深夜凌晨疯狂盗窃作案，然而到了白天，他便将自己伪装成了另一副面孔。他在他的朋友还有他的这个亲人这个眼里面呢，他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大老板。就是我们在抓捕吴学军以后啊，还在他的这个车子里面搜出了他作案的工具和一些赃物。你不是给别人都说你是老板吗？你跟那个女孩，她怀疑自己被强奸的这个女孩，你跟她认识的时候为什么要说自己是警察呢？我就随口一说，就这么简单。随口一说？对，就是我就是梦想嘛，当警察嘛，随口一说。当警察是你的梦想？对。如此荒谬而滑稽的言语，并不能掩饰吴学军沉迷赌博、疯狂追逐金钱的罪恶欲望，也无助于减轻他即将承担的罪责。其实，早在2012年，吴学军就曾因盗窃罪入狱服刑，获释后却不思悔改，直至再度犯案。但愿这一次他能有所警醒，痛改前非。伪装无论怎么巧妙，都不能掩盖恶行，但是面对迷乱的现实，如何判断是伪装还是真相，却让人难以把握。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一个叫小薇的考生却神秘离家，留下了写着奇怪字句的笔记本。偏偏在这时，平时和小薇关系密切的男同学又不请自来，这一切都让小薇的亲人们陷入恐慌。小薇有没有在笔记本上写下别的什么东西？没有。今天早上我看到小薇深夜给我发信息，你们看。我给她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她，一着急才来家里找她的。小薇平常交往的朋友并不多，和你算是接触多的。如果小薇失踪跟你没什么关系，她又为什么事出走呢？她跟我说她压力很大，我觉得这压力来自于家庭。你是说是我们家的问题？